经过大溪公所清洁队打造以后，原来唯一的泡沫车正式上路。因为有十个喷嘴，加上所出的力头较大，它喷雾十公尺左右，所以比一般人排雾气效率50倍。因为这吼，伊有10个孔，然后伊的迄、那个，伊的算讲较大面积，也是讲较大条路吼，用这台较紧，因为伊射程它十公尺，嘿，所以阮即马就是讲用上紧的时间来组装这台安尼。啊，即马目前12个公所内底，应该是泡芙车，敢那阮有尔，环保局有一台更加大台，啊，但是12个公所里面只有我们有这一台这样。其实就只有一个司机跟一个后面的人在操作它的左右上下摇摆而已，所以人力上会节省很多，跟传统的那种背负式的哈，会节省很多人力。杨建军也表示，就用泡沫车的运作，也提悬市区消毒的效率，减少病毒传播，来防堵疫情。这是会使讲，伫个喷雾的系统内底，这是喷雾的这个横道、跨道功能啊，非常好的一台。这个机器吼，咱未来明仔载开始，咱会针对咱的专项，要来阁继续，伫个人侪所在来做一个，热点定点的这个消毒吼，要来维护咱所有的每一个乡亲的这个健康吼。只要咱每一个社团、公庙，也是讲咱的主体吼，有需要。咱公所来做这项的服务吼，大家随时会使打电话来公所吼，请到清洁队吼来排时间来给咱大家做一个消毒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